在离舰艇靠码头补给还有10多天的时候，我们就收到了当地代理公司发送过来的食品价格清单，这样我们可以在舰上提前拟定补给计划，等到舰艇一靠码头，后勤物资直接上舰，这样就大大提高了补给效率。 我很庆幸自己赶上了新时代，在建设世界一流海军目标的引领下，当代军人有了更大、更好的奋斗舞台。如果说远海大洋就是最好的练兵课堂，那么护航任务让我得到了全方位锻炼。 海军护航已经走过了10年，我也2次参加护航任务，我能够感觉到，我们每一批护航官兵都能把护航任务当成首批来完成，把每一个护航班期当成首次来对待，始终以100%的努力确保任务100%的安全和顺利。